跟大家打招呼吧。嗨，我是悠悠。我们今天要来看故事书，是富德超人的《我会刷牙》，有声音的哦。悠悠，你先按个声音给大家听吧。有声音吗？这是牙齿的声音吗？还有什么声音？呸！还有没有唱歌的？还有呢？你看这后面有他的刷牙歌哦，对不对呀、哦？你会不会唱？刷刷刷，刷排牙齿牙刷刷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，牙齿都刷到，牙刷清除不来找。拜拜，泡沫满嘴巴，咕噜咕噜，喂！跟好啦，刷好啦，哇，真好！悠悠悠，你要不要讲故事？现在是讲故事比赛，你要不要讲故事给大家听？啊，为什么你不讲给悠？你不讲给狗狗听吗？好吧，那你来听我讲故事吧。小朋友一定要好好刷牙，才不会蛀牙哦。这个是有声书。怎么了？你看，小朋友很晚了，大家赶快刷牙吧！哇，好多动物，大家都来刷牙了。首先是长颈鹿吃了糖糖，它赶快刷牙，要刷干净才不会蛀牙。小羊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你要。”不要刷这么用力，会伤到牙齿的哦。你看小羊有刷牙齿的方法。然后鳄鱼也来了，说你看我的大嘴巴，我也要来刷，前刷刷后刷刷，刷干净。然后大象宝宝也在刷牙，把细菌给吐出来。最后大家都刷完牙了，真是太棒了。悠悠，你每天有没有刷牙？有哈，你有乖乖刷牙对不对？牙齿有没有漂亮漂亮干净干净？嗯，好棒哦！跟大家说拜拜吧。拜拜。你说小朋友们都要刷牙哦。小朋友们都要刷牙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那我的草莓糖糖。好，你介绍一下你的草莓糖糖吧。这是我的草莓糖糖。好吃吗？来吃吃看。好吃吗？那、啊、你吃完等一下要不要刷牙？好，又有用那个巧虎的牙刷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刷吧。你有没有上排下齿刷刷刷，下排牙齿也刷刷？啊呸！咕噜咕噜呸 ，OK， 好，再刷刷刷，有没有刷干净呢？好了，那你可以漱口喽，来给我吧。嗯，把巧虎给我。我教你哦。好。咕噜咕噜呸哦。有没有看到我把泡泡呸了屁？有啊，我看你把细菌呸了屁啊。你看，我把泡泡呸了屁。有，我有看到。好，再咕噜咕呸吧。好。汤都破掉了。对啊，都被你消灭了，对不对？哇，真是棒！谢谢悠悠大哥哥今天的教学哦，拜拜。嗯，继续刷嘛。所以是不是吃完糖果就要刷牙？对啊。